好了，赶快来，请看这题哦。哎，你看着录影哦。来，题目说，请问你一二三四五加起来总共几度？那这种题目怎么做呢？这就是一二三四五。我教你哦，反正这个单元呢、啊、很简单哦。如果题目你发现你不会做的话，就干嘛知道吗？就画平行线就好了，就画平行。一个平行，对不起，两个平行，三个平行。好，请问你总共几度？来，这两个相加是180，180，180，180，几个180？四个，所以答案就180乘以4，所以答案几度？答案就有720度。好，这个你把它写上去。